百合又名蒜脑鼠、斑鸠、山甘等，是百合科百合属多年生草本球根植物。百合原产于中国，主要分布在亚洲东部、欧洲、北美洲等北半球温带地区。全球已经发现至少有120个品种，其中55种来自中国。近年更有不少经过人工杂交而产生的新品种，如亚洲百合、香水百合、活百合等等。百合洁白娇艳，鲜品富含粘液质及维生素，对皮肤细胞的新陈代谢十分有益。常食百合能够润肺止咳、美容养颜。那么百合适宜和哪些食物进行搭配呢？百合和绿豆搭配能解渴润燥、降血压、降血糖，常用于夏日心烦出汗者，亦可用于防治感冒。百合和枸杞搭配有补肾养血、清热除烦的功效。百合和核桃搭配可消炎、止咳平喘、抗衰老以及健脑益智。百合和鸡蛋搭配能够滋阴润燥、除烦热、补阴血。百合和芹菜搭配有润肺益肾、止咳平喘、降压安神的功效。在生活中，百合还有哪些常见的做法呢？绿豆百合粥、百合莲子汤、百合炒鱼片、百合银耳羹、西芹炒百合等等。